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狼，这里是老郭，我俩来了那个三全冷面，现在正在排队，还有一波，还挺快，已经排名第一的冷面。谢谢。好，来尝尝冷面，招牌的气泡冷面，能感受到气泡那个扎嘴的感觉，酸甜的有点辣。这特别火，我俩下午三点来的，还一堆人。老狼说巨爽。让老公吃面淑女了起来，是吧？绝，不愧是排名第一，不愧是排名第一的冷面。他们这个芝麻嘛，虽然没有多少，但是特别点心，就是你嚼完这芝麻香气特别浓。我觉得这芝麻应该炒过放这儿，特别香。你看着那酸甜的，但你不腻，特别爽口。而且我俩是带气泡的，用老王话就说有点炸。但我觉得皮儿饼不带气泡的。还是那个刚出锅的锅包肉，绝，这油亮油亮的，一口吞，好吃。不过是吃多了有点腻，那种酸甜口，外边焦焦的，里边肉稍微有点硬，炸的挺酥的。这一看有点过分的甜，我有点酸，不过还行，那边唯一的热菜，对，可以配着冷面吃，都是酸甜的。这堆里这个感觉放凉了一点吃要比刚刚热着吃好，这里边更软了，外焦里嫩的，现在是刚才会好吃一些，没那么放温了，就是我尝这豆泡了，这豆泡我可听了一阵儿，芝麻。这也酸甜的啊！我以为是咸口的，还有一般吧，无功无过的。哈那个小时候吃烤鸭，什么东西？我都没听见。北京烤鸭啊，那5毛钱的那个。哦，那个呀。反正跟那味儿不太一样，反正那酱甜的有点不太舒适，有点油。嗯，一般吧，不推荐。还叠梗儿，叠梗儿。还有那个，它还挺硬的，有点像那个笋的质感，我觉得。还是酸瓜，它辣条的味儿有点重。里边应该有洋葱块，它里边应该有洋葱吧？比笋更柴一点儿。还行，这口感挺好。说实在，他家的菜都是酸甜口。对，容易审美疲劳。尝一牛板筋，老公说这可绝。我最爱吃这个。这味儿。你这小时候见牛板筋吗？帝王蟹一个，就这么小，也叫牛板筋，跟这有点像。不过它有点费牙，就非常的弹。我嚼到现在还没嚼烂，是吧？有那味儿吧？蘸酱好吃，有点嚼不烂，是吧？你嚼两下可以咽了。是我强推的打糕，哇，这么黏，对，蘸着这粉吃的，会吃啊。那个粉有点甜呀。我都忘了啥味儿了，我就记着当时吃还挺好吃的，很糯的那种黏糯。嗯嗯，对，特别糯，但也不会黏你的那种，黏住了。黏果的质感。嗯。哎呦，得了。这块儿我搁这儿，虽然说嘴大。说什么大？就口感特别像驴打滚儿，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驴打滚儿？我特别喜欢那汤粉，就不怎么甜，但红豆味儿还挺浓的。糯，口感特别好。
因为它是打浆会比较有嚼劲儿。哦，经我跟老狼商议之后，我们俩比较推荐，首推这个鸡块老面，第二推这俩吧，牛板筋跟切打糕。嗯，还有一个煎的，但我俩没有煎的。这个和这个差不多，豆泡一般。好，我们的迷之探店到此结束，拜拜，拜拜。此时此刻应该给大家打一个嗝。这俩女的可太能吃了，盆儿碗净全吃没了。这上面粉都喝了。